好，那我们大家请合掌，大家请合掌。Let's join our bond. 一起来称念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三称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安，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很欢喜，也能够再借这一次跟你们在一起聚会。来学习如何来认识佛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人说，在现代这个时候在这个生活里面，学佛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为什么要学佛？世上有这么多的宗教，我为什么要选择对佛教的认知呢？这个就是要跟大家一个一个来说明。因为我们是非常难得，过去一个月只能一次的见面，现在呢，每一个星期三晚上会做一个简单扼要主要性的来为大家介绍佛陀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当然了，我们要一个一个来学习那学习当中一定要有忍耐，还有就耐心才能够得到佛陀的教诲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跟大家一个一个来说明虽然我们这个为这个青年团的或者一些老同修经过学习几年下来的，也可以当做一种温习一下。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虽然说我是学佛，但是到最后那我在学什么他都不知道。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以为认为我学佛拿着念珠诵一部经或者念几句佛号烧个香供养布施，以为认为这个就是佛教能够生意兴荣发大财或者升官种种的一种形式的看待，但是佛教不是这个，它着重不是在这个地方。那上个星期呢，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的因缘。已经给大家为什么佛要出家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生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又身为一个王子，又一位将来能够继承他的父亲的王位，享受荣华富贵，又娶了一个这么好的太太，这么美丽的太太，啊，又收获很多啊各族老百姓的拥护，这么好的这个环境，佛陀为什么要选择出家？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啊，上一次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有四个因缘，佛我为什么要来出家？啊，有四个因缘，就是因为看到老人，看到病人，最后看到死亡，然后最后看到沙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只要突破这个生老病死之苦，人才能够真正获得快乐美满。因为生老病死任一个人没办法去改变他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间的，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总有一天会老，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老了之后又生病，佛看到这样呢，人生之苦，所以想尽办法要来找一个方法，要怎么样来突破这个生老病死。后来经过修行出家修道，哎，成佛了，才为我们说明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啊，这个道理啊里面佛讲得很清楚。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啊，地论今天寄给他，寄给你们，寄给你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啊，25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以这个五位比丘啊，在鹿野岩经过的教导，后来呢，成立了所谓的三宝啊，就是佛法僧三宝。所以佛法僧的建立的起源就是从这个地方而来的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呢，去度这些五位比丘，然后这五位比丘经过佛陀的教诲，通通就证得阿罗汉果了。证果之后呢，三宝就建立了。所以到现在我们佛教已经距离已经将近3000年了。那佛陀的历史我在这个地方不再给大家介绍了。不再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时间又很短，只有一个钟头。所以把这些简单呢、因为上一次很多次我已经为大家讲很多次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把这个时间呢、不让耽误啊，我们能够详细来为大家啊讲解，哎，这个认识佛教。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十传里面啊，十传里面都能够看到，就是公元前624年，就是农历，一般我们就是4月初8啊，4月初8是释迦牟尼佛的圣诞。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这个世间呢，是4月初8，
所以一般我们佛教徒呢，啊，我们以前的佛教徒每一年在这个四月初发呢，会做一个活动，庆祝佛陀的圣诞。用什么样的庆祝呢？一般就是用忆佛节。啊，忆佛节就是啊一种习仪啊，来为这个须达多啊用这个水啊来沐浴，代表啊就是把我们的心啊污染的烦恼的心呢 啊把它洗干净，让这个心能够清净。所以每一年呢、啊、在佛教徒里面会一个庆祝叫威萨节。威萨节就是庆祝佛陀的他的出生日，然后呢佛的成道日，佛的涅槃日，所谓的三个吉日啊，来庆祝，称为的我们讲的就是威萨节啊。这个一般我们佛教啊，简单来给大家说明啊，为什么我们要庆祝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圣诞啊，或者他的成道，或者他的涅槃日，就是让我们不忘本。今天如果没有老师的贡献，没有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一切众生，我们今天是没办法闻到这个佛法的。而且佛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哦、这个也是会跟大家慢慢的解释说明，就是要来问我们不要忘本、哎、老师的慈悲，老师的关怀，老师对我们的贡献啊，所以来庆祝啊，让我们能够依教奉行，能够听老师的教诲，把这个人生过得美满，过得幸福，一种的生活啊，这个就是庆祝老师。好、啊，那释迦牟尼佛出生，大家都知道，都是在北印度，北印度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尼泊尔啊，尼巴尔啊。那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边，就是南面啊。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国家啊，大家都知道，叫做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那迦毗罗卫国的父亲的国王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名叫净饭王。啊，净饭王就是佛陀的母亲的父亲。那佛陀的母亲啊，玛雅夫人，玛雅夫人就是摩耶夫人呐、啊。啊，摩耶夫人，啊，摩耶夫人是皇后，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但是很可惜。啊，摩耶夫人呢、啊，生这个佛陀呢，经过七天，他就离开这个世间了。然后来呢，生在哪里？在倒立天。所以摩耶夫人现在还在倒立天。哦，所以有人说，哎，摩耶夫人在哪里？现在在倒立天。哦。倒立天一天，我们这个人间100年，寿命有1000岁。哦，那摩耶夫人距离我们现在已经将近3000年，3000年100，哦，这个一天的，就是100年的倒立天。那倒立天，他现在在倒立天享受才几天？才1个月呀、啊！哦，所以呢，啊，寿命也是很长。
那某业妇人呢、啊，她有一个大愿啊，在这个地方啊，顺便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某业夫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她曾经发过愿，就是要做十方诸佛如来之母。意思说，十方诸佛如来要到这个世间讲经说法啊，像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他要做十方诸佛如来的母亲。所以每一尊佛到这个世间讲经说法，某业夫人一定先到这个世间，等佛降世之后，他就离开了。啊，这个某业夫人发过这个愿，啊，让你们知道。哦，所以这个某业夫人呢、啊，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哦，非常伟大。啊，让你们学佛的人有一个概念，啊，因为这个就是所讲的，都是菩萨来发大誓心的，为众生所想的都是为众生。哦，那某业夫人就是佛陀的母亲离开这个世间，谁来照顾佛陀呢？就是某业夫人的妹妹。啊，摩诃波提，摩诃波提呢，嫁给父，都是梵界，就净梵王，就是佛陀的父亲。后来啊，作为佛陀的姨母，啊，来照顾这个佛陀。啊，到了到这个16岁的那一年，佛陀呢，就以美丽的耶稣陀罗结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结婚的年龄很年轻哎，16岁就结婚了、啊、不像我们现代的人，哪有这么年轻的、啊、就结婚了、啊、至少也30岁。佛陀结婚16岁就结婚了，而且结了婚之后，后来啊，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做罗活罗。啊，这个是简单给大家温习一下这个佛陀的家属。啊，简单来给大家介绍。那他的历史，佛的历史，我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概念。哦，释迦牟尼佛长大谁来照顾？释迦牟尼佛成家是在几岁？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啊，他的父亲，他的国王生在哪一个地方？那这个一定要给大家重复来温习一下。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他的家属通通都是出家了。你想一想，你看哦，他的姨母摩诃波提，他也出家；他的太太耶稣陀罗也是出家，然后他的儿子9岁也是出家，还有他的这些表弟啊，这个师兄弟，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嘛，啊，像阿难啊、难陀啊这些，好像有6个还是7个，我忘记了，通通也是出家，唯独他的父亲净饭王没有出家。啊，虽然不出家哦，但是净饭王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也是很特别，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真的好厉害啊！不但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也能够孝顺他的家属，通通让他的家属个个修行成果，就是证得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超越生老病死的，这个就是尽孝道。哦，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
现在的人在这个时代谁想出家呀？谁想出家？没有人想要出家的。哦，你不相信？你问问 Alex 啊，麦克啦，啊，蒂伦啊，你们想不出家？不可能啊！哦，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出家这个事业呀、啊，是很伟大的。哦，不但把自己的圣面贡献给一切众生，哦，想尽办法来为大众做一个服务，无论有多苦，想尽办法为大众服务，这个就是出家。所以出家不是来享受的，不是一种事业的，不是，它是使命。啊，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一切众生，把自己的生命来为一切众生来做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也要发这个心啊，虽然我们不出家，但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心，哎，我要怎么样来为这个社会做一个啊好样子，怎么样让一个社会对这个佛教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要怎么样让这个社会对这个佛教能够获得这个佛教的利益，那怎么样来做贡献呢？先从自己做好样子，给自己做好看。啊，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啊，我是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做一个好样子出来，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哎，人家学佛才会有信心嘛。如果今天你看，天天拜佛，天天诵经，天天拿着念珠，啊，动不动发脾气，动不动不喜欢这一个，动不动讨厌这一个，动不动啊，哎呀，我对你怎么样啊？哎呀，鸡叫这一个，真叫这一个，针对这一个，谁敢来学佛呢？哦，对父母能够懂得孝顺，对长辈懂得恭敬，种种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能够做一个好样子出来，人家学佛才会有信心。所以学佛的意义很大的啊。哦，这个是就是为大家简单给大家说明，哎，释迦牟尼佛他的家属后来呀、啊、都是出家。哦，这个简单给大家听懂吗？第一轮可以吧？啊，行吗？很好，听得很清楚，谢谢师父。啊，不累啊？我讲得太快吗？不会，不会，不会啊、哦。好，那我就继续了。好，谢谢师父。好。那下来我们来看、啊、那既然佛教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佛的这个佛教的创始人，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佛教到底是讲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佛教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现在啊，到现在哦，已经距离我们3000年了，哦，不但社会上能够接受，而且现在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了。说实在的，以后会更多。那佛教到底在讲什么呢？有人说佛教是宗教。啊，有人说佛教是一种文化，那有人也说佛教是科学，而且是高等的科学哦。哦，科学呀、啊，那个是一个高等的科学。还有人家说佛教是政治家，
啊，甚至有人问我说，师父，释迦牟尼佛管的地区有多大？啊，释迦牟尼佛管的人有多少？释迦牟尼佛也不是做官的，还管人，还管地区的。哦，这个就是误会的。哦，有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呀、啊。释迦牟尼佛在雪里管多大？他的官有多大？哦，还有问那人了多少？啊，这个是不对的观念哦。还有人说呢，我们佛教是哲学啊，而且是全世界的公认啊，全世界的公认哦。公认什么呢？公认是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全世界的哦，这个不是我讲的，全世界公认的。而佛教的经典也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最高峰的意思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是没办法比的啊。譬如我们看下面的，譬如全世界知识分子或者对于这一些好学的人，好学，你们是不是属于好学的？我不知道，好学的人，哎，这个佛教是从哪里来的？哎，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哎，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样的好处？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一种好学，我想要知道这个佛教是什么。那无论你是哪一个种族，信仰是哪一个宗教，他们都会想知道，想去探索这个哲学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宇宙的真相是什么？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人是怎么来的？这个宇宙的星球是怎么样的起源的？他们都会想知道，包括我自己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知道这个道理的，为什么诸佛要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这个地球会有人类？为什么这个人类当中还有这个动物，还有这一些种种的这些的生物，这些的生命，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奥秘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的观念，包括我以前也有这个的观念了。啊，师父以前还没出家之前，我常常在问我的老师，问我的父母，我问我的父母妈妈，上帝说创人是上帝创造的，我明明是父母的生命，我的生命是父母赐给我的，怎么会上帝创造的呢？以前我还没出家之前，都是有常常问这个问题啊，但是没有人能够为我解答。没有人呢。那既然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啊，上帝在哪里创造的？啊，谁创造这个上帝的？我常常以前就是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星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人有生会有死？为什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为什么上帝没有办法给我们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有生没有死，永远不老，永远健康。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为我解答这个问题。哦，我常常问这个问题，真的啊，人死了以后往哪里走啊？啊，这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长得？又长得好看的，还有长得
不好看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到这个世界生在一个帝王之家，或者一个很有福报啊富贵之家，或者有些人到这个世界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很贫富贫穷，或者甚至有人生在一个国家很富裕的国家，有甚至有人生到这个世界很贫穷的国家。我常常有问这个问题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我解答这个问题啊。好学嘛，我想要知道嘛啊。像我以前啊，为什么我要念佛，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十方诸佛如来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个我一定要知道的嘛。如果你不清楚，对老师很模糊，那我们学这个宗教那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你要用你的心去学习，用你的时间去参考，用你的精神去接近，你才能够知道，哎，原来人是这样的。啊，像我以前常常讲，哎，我要过一种幸福美满的人生，将来啦，娶了一个太太，啊，成立了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儿子，我要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好家庭？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本，要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明白嘛。啊，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一生就是讲这个。哦，这个宇宙的真相从哪里来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死了以后往哪里走？然后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佛讲得很清楚啊。而且这个宇宙的事实的真相讲得很明白。哦，你看经典你就知道了。那我们这个慢慢会跟大家来说明，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哦，希望大家我们好好来学习，好好来研讨。那这些问题呢，我们看下面，我们看下面。哦，看下面。今天如果我们有人要问，如果有人要问啊，问你哦，啊，有人问你哦，特别是我们学佛的弟子，无论男女老少，出家在家，人家要问我们这个佛教到底是讲什么，你怎么回答呢？佛教是讲什么？哦，你看哦，第二，佛教那么多经典，里头有84000法门，你看这么多哦，在宗教里面只有佛教才会有这样的这么多，一部大藏经这么多。哦，你去看其他的宗教，它只有一本而已啊，这么小小的厚厚而已啊，但是佛教你看。整个大藏经这么大，有84000法门，哎，里面是讲什么呀？然后第三，佛教的教学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怎么回答呢？所以这个问题呀，我们怎么回答？而且你一定要能够答得出来，不然的话，你会让人家误会。认为我们佛教是迷信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不然的话人家以为你是迷信，哎呀，来到佛堂烧烧香拜拜佛拿着木椅，拿着大磬敲一个木椅，这个就是佛教了吗？
每天坐在念佛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那个是佛教吗？哦，拿着花来供养，哦，或者拿着经书来读诵，那个是佛教吗？不要让人家我们是佛教是迷信的。那佛教是什么？我们看下面。啊，因为要一个一个来给大家，啊，来给大家说明，让大家明白啊，有一个概念，啊，佛教是什么？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对我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我们来看，佛教非宗教，它不是宗教，称为宗教是一种恭敬。啊，这算了一种恭敬了。虽然在恭敬当中呢，它不是宗教，它的主要不是宗教，也是非哲学啊，非科学，而且是至善圆满的教育。至善圆满的至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圆满了，就是很圆满的啊。你这一生你要获得有福报，生在这个世上能够有智慧，全部都在里面了。你要开智慧，你这一生你要活得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很多种啊，身体健康啊，衣食无忧啊，种种的啊，各样的这种的福报全部都在里面，而且是至善最圆满的，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你想要获得无尽的这些的福报，你要学佛，因为佛教里面全部都有了。将来你的前途，将来你是怎么样的，佛教在里面很多为我们指一条明灯，让你将来这条路会走得很好。虽然不是每一件事能够一帆风顺，但是起码它能够帮助你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环境里面，甚至于我们年轻人的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全部都在里面。哦，不要像那个外面现在结婚才一两年就离婚了，结婚才三年就离婚了，结婚才几个月就离婚了。哦，动不动啊，两位夫妻要过得很辛苦啊，在这个环境遇到处事待人接物种种的，让我们很苦恼。那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心有时候会很烦恼啊，看到人嫉妒，看到人来批评我们，看到人来伤害我们，哎，我要怎么样来解决呢？我怎么样来帮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全部都在里面。而且佛教能够安定社会，净化人心，这个是第二，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哦，让人家过得平安，过得幸福，过得快乐。所以不但这样，也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想要幸福美满的人生嘛。你幸福美满的人生，你要经过什么？经过教育呀。这个都是我们所讲的，都离不开教育。哦，都离不开的。你今天能够生在澳大利亚，过得一种幸福啊，衣食无忧，这个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这个福报也是从哪里来的？从教育啊。你今天想要过得幸福美满的人生，你想要过得一种啊，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人家的尊重，得到人家的对你的爱护，得到对人家对你的关怀，对你的爱心，也要经过这种的教育。将来你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儿女能够孝顺，先生能够懂得怎么样来对这个家庭的爱护，太太又怎么样来做一个
怎么样让这个家庭能够带来平安，都是经过教育的，全部都在里面，全部都在里面。所以佛教是教育啊，他教什么呢？那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讲的嘛。啊，既然佛教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那佛教的教义是教什么呢？我们要从哪里一个地方下手？怎么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最着重在这个教义上呢？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一天都不讲经都不中断呢，每一天8个钟头，49年，从他的言语、行为、造作都是教义的，没有一天不中断的，天天都在讲经，都在教导众生，连要入涅槃的那一刻，佛还是度人。你看哦，都是教义的。那我们要从哪里看到呢？那我们要从哪里下手？这个教义是教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一下，下面的那一章。那从哪一些地方我们能够才能够看得出来佛教是教育呢？那这个很重要哦。既然你说佛教是教义嘛，哦，那我们先从哪里看到的呢？啊，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常常称呼这个方面能够看得出来，而且也能够发现。我们佛教徒一般都是称什么？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像刚才不是我们还没跟大家讲讲之前，我们不是要先念南无本师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吗？为什么要称他？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啊，师就是老师嘛，啊，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讲经之前会先称念，哎，想想我们的老师啊，经过吃了很多苦，为了我们一切众生，他牺牲自己来贡献，今天找到这个方法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要称念他，想念他啊，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用现代话来讲啊，这个教义啊，学的创始人啊，这个教学的创始人啊，但是创始的一位老师啊，他是创始这个佛教的一位老师，所以我们自称为弟子啊，弟子就是学生嘛。啊，像我们常常啊，弟子学悟啊，弟子 Alex， 弟子地伦啊，弟子 Michael， 弟子代表我是学生，所以称呼上来看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出来，那我们跟佛是学生的关系。啊，佛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啊，像今天我们小的时候去学校，到学校谁来教我们？老师嘛。如果没有老师来教我们，那我们去学校做什么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那我们学生，如果你想要成就，你要听话呀。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学嘛，就是这个好老师嘛，好学生啊。哦，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佛弟子，那佛弟子自称，那我们的老师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种的学生关系啊，
只有佛教里面有，其他的宗教是没有的，只有佛教。佛教才讲这个学生的关系，在其他宗教是没有，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宗教里头最重要是讲父子的关系，父子就是说讲这个神与人的关系。这个就是其他宗教就是这样哦，你们是我创造的，你要听我的哦，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这个宇宙是我创造的哦，你们全部都是我创造的，所以有这种神跟人这种的关系哦，你要听我的。那佛陀的教义不是这个样的，佛陀的教义是有教无类，只要你肯学习，只要你肯学习，你肯学习，佛就来教你啊，你不想学习了啊，我不想学佛了，佛也不会来惩罚你啊，不会的哦，我今天不学佛了，我要学其他的宗教，我会不会说你不学我把你下入地狱打入地狱，没有啊，佛没有这样讲啊。你没有听过我们哪一部经哦，释迦牟尼佛说你是一个叛徒，没有耶，释迦牟尼佛很随喜的，你能够来，你想学习我来教你，你不想学习了，随缘，你喜欢你离开，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去学习，佛不会嫉妒你，佛也不会障碍你，佛也不会跟你说把你打入地狱。没有，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挟哦，我们这个人类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的啊，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你是我创造的，整个宇宙是我创造的，宇宙是不能创造的。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所以在佛教里面是没有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既然佛教的教义，那教什么呢？我们看看哦，用一种譬如啊，譬如啊，譬如，从佛陀的这个名称来看，你就明白了。我们看下面的，OK。你看哦，从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教学呀。我们先一个一个来为大家解释。所以为什么呢？着重在教育呢？它不是宗教。你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南无。我们不是常常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不是有吗？那南无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梵语啊，翻成中文就是回头的意思。回头用现代化来讲，就是教你什么？改过自新，自我反省，后不再造，这个叫做回头。那为什么叫你回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啊，我们反复啊，每天都会犯过失啊，而这个过失如果没有改过的话，这个过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将来也会障碍你。所以我们常常在老师的教导下，人不怕做错事，只怕知道错不改错。像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不怕做事，我也不怕做错事，但是我知道做错事呢，我要改过，以后不能再犯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叫门佛的叫门要回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的毛病，有时候甚至于会发脾气，发脾气好不好？不好耶，不但会伤害身体，将来你会让你的周围的人对你失去了信心，对你的关怀，对你的爱护，而且你的亲戚朋友会跟你保持距离，种种的很多一些，我们该不该改，该不该回头，应该要回头。好，比如说我们喜欢打妄语，或者喜欢呢说人家的坏话，或者说人家的一些是非，或者喜欢看人家的是非，或者喜欢听人家的是非，总懂这些毛病，我们该不该改？一定要改的。该不该回头？应该要回头。以前对父母讲话都非常的粗鲁，态度非常的不礼貌，种种的，我们该不该回头？该回头啊。还有各种的种种的在这个社会上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不是圣人啊，是凡夫，甚至有时候会伤害人家，让人家会很痛苦，讲话不小心让人家会很伤心，该不该回头？该回头。这个都是教育啊，从释迦牟尼佛这个名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南无，当你读到南无的时候，哎，你当到读到这个南无，哎，我要改过自新，我的前途才能够一片的光明。我要改过自新，自我反省，我这一生才能过得好。哦，哎，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哎，南无。哎，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发脾气。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交好。从今天开始，我也不要去让我的周围的人啊起了伤心。从今天开始，我也不要去做一些让我的最爱的人，或者我的一些让我一些父母啊，让他伤心难过，哎，这个南无，就是这个道理呀。那我们来看释迦，释迦的意思是什么？它也是梵语，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仁慈。那仁慈用现代化来讲，就是爱心的意思，关怀、爱护。哦，教我们对待每一个人，哦，对待一切众生，你要有仁慈，你要有一个慈悲心啊。你看，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名称，都是在教我们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啊，人最大的缺乏是什么？缺乏最大的就是慈悲心，真的啊，才会今天的世界，才会今天的各环境，啊，人与人之间互不相信，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计较，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讨厌，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嫉妒。今天如果你有慈悲心，像观世音菩萨那样，你还会嫉妒人吗？你还会跟人家计较吗？你还会跟人家发脾气吗？就是因为你的慈悲心不够。如果今天你的慈悲心具足圆满了，像观世音菩萨那样啊，哪怕是我们没办法百分之百，10%我们能够把它学好吧。哎，观世音菩萨看人都是爱护的啊，想尽办法来帮助别人，想尽办法
啊，去关怀别人。就算我没办法用我的体力，但是用我的祈福，用我的祈祷，哎，我每天诵经完了，我念佛完了，我祈祷，哎，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让一切生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让这些疫情受到疫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哎，用这种的慈海，用这种的关怀啊，来爱护他们，来关怀他们。虽然我们没办法去帮助他们，但是你有这个心来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幸福，过得快乐。这个也就是一种培养慈悲心了嘛。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号不是用的念，是用来去做。我要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天天都是回头，天天都是培养的慈悲心啊。有慈悲心的人，他就不会容易发脾气的。你有看过观世音菩萨发脾气没有啊？你有看到观世音菩萨发脾气也没有啊？你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发脾气没有？哎，你看以前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呢、啊，这个外道来找释迦牟尼佛，哎，他怎么样对待释迦牟尼佛？见到释迦牟尼佛也没打招呼，一直骂释迦牟尼佛，骂得好难听呢。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最后呢，他问释迦牟尼佛：“我骂你，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你会不会不高兴？你不会恨我？”释迦牟尼佛不但没有恨他，没有对他怎么样，而且释迦牟尼佛笑着说：“今天如果有人骂你。”你这怎么样的态度呢？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总有一天呢、啊，比如说遇到一个人呢、啊，啊，莫名其妙的骂你这样，哎呀，麦克了，你呀、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哎呀，你这个地轮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生气呀、啊？你是谁呀、啊？啊，你是算老几呀、啊？好啊，这个一大堆就出来了呵呵。哦，你也不是谁哦，你为什么骂我呢？哦，甚至可能拿到去厨房拿什么呢？拿菜刀，我或者绳子种种的。哎，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师傅以前坐飞机的时候，哦，在飞机里面呢，啊，小小的事情哎，啊，空姐哦。哦，服务不做到哦，只是一个不做到而已哦。那个客户啊，就马上起来骂哎，哎呀，骂得好难听。学佛的人会这样吗？不会的。我们学佛的人一般讲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那我们呢，一般的人，这个社会人就是这样，从无化到小，从小化到大。就是这样的，喜欢计较嘛。啊，学佛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啊，我们这个世上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慈悲心，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天天对人都是爱护的，天天对人就是欢喜的，天天对人都是微笑的。你看那个佛像，你看微笑，你没有看到佛像那个很凶巴巴的那个，没有啊。最后摩尼的梵语翻成中文就是清净，用现代话来讲，对于人事物的想法看法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你不会被迷惑，你不容易被迷惑。我们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会做坏事？我为什么会做一些伤害人的？甚至于你看现在全世界哦，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在一天里面有十对夫妻，六对夫妻离婚，什么原因呢？抵不过诱惑嘛，外面的诱惑啊，被迷了。所以教你要清净心，
把你的心照顾好，不要为了外面的境界，只是一点点的享受，对这些的欲望，你把你自己的幸福赔上去了。你把你自己的幸福，本来过得很幸福的，但是因为做了一点点的错事，你看，你要带来多大的后悔啊！所以从这个名号，我们可以看到，哎，释迦牟尼佛真的都是在教育我们啊。这个是从第一点来看到的，从他的名号。那第二点从哪里呢？从什么地方来看呢？啊，这个是从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知道了。哎，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教你做什么？第一个教你要回头啊，改过，不要再犯一些不该犯的事啊，叫你要有爱护啊，照顾这个心，不要让这个心去做坏事。哎，释迦牟尼佛哎教我这样的做。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佛的教义最主要是讲什么呢？啊，这么多经典，有八万四千法门。哎，这个佛法是讲什么呢？它的核心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它最主要性的在哪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都没有间断？它的主要性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啊，时间已经一个钟头了。哦，啊，因为下个星期啊，哎，慢慢的开始，哎呀，精彩了哦，啊，慢慢的精彩了，啊，这个就是我呢对佛教的一个很大的兴趣。以前呢，我对这个宗教的是没有什么样兴趣的，啊，也学过印度教的，也学过啊这个。我们所谓道教的也学过这个啊，天主教的、基督教的啊，最后你看为什么对佛教的兴趣？因为所有的答案全部都在里面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珍贵的东西，你不去学，你不是很可惜了吗？太好了。无价之宝的佛的经典都是无价之宝的。哎，这个啊一定要为大家来说明啊，哦，这个里面的内容啊非常的精彩啊，我选择一些重点的，因为经典太多了，我选择一个重要性给大家说明啊。今天呢，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个下个星期礼拜三也是一样，时间8:30，好不好 ？OK， see you next week. Thank you. 累不累啊？打个醉吗？师父不累，我就 OK 了。啊，累不累？不累就好。可以。今天呢，师父就讲到这个地方。那难得我们一起来回向，一起来回向。弟子学悟，愿以取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下个星期见啊！下个星期见 ，OK，OK，Good bless you，OK， 阿弥陀佛 ，Good bless you，OK，OK， 拜拜，拜拜，拜拜，拜。阿弥陀佛，拜拜，拜拜，好，拜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Thank you for coming.